明珠啊，去请哦 ，Keiko 先生来，进来啦。Keiko 先生有爹无？啊，是倒一个要生，二房的新妇。拢要生啦，真趣味呢！一大家新妇同一个时间有生，佮同一个时间要生，啊，你讲有法度同一个时间接生两个？不可能，无用袂来啦，应该爱佮请另外一个三伯哦。我是来请三伯的啦，爱叫先生做三叔。你好，我是金州大王林家派来的啦。林家，啊，毋是拢叫客个先生三姐，哪会来找我？二房甲新妇。甲时阵拢要生啊！我是有生，我生才结果的呢。我一定要去结果才生啊！因为先生的技术哦，拢是一级棒啦。技术同款，结果无同款呐。哎呦，你是讲啥啦？因为结果才生，才生到梦。生啊！是啥生啊？南山，我这个骨盆都淡薄的，你那头位置可无正。老子说你要死啊！亲像我阿母。阿母啊，美珠，阿母在这个，阿母啊，阿爷要看出来啊，都是我阿母，是我阿母害死的。迄时阵，那是我会晓。无伫卡，我阿母甲小弟就袂死。林总，你免烦恼啦。我听人讲哦，迄小钟先生哦，足厉害。自伊做三伯了后，拢嘛是手过，所有南山的产妇甲囡仔，伊拢叫会得。我想要问先生，这诗敢会当用学的？你想要学？你要学这诗囡仔？你想要做三伯？嗯。三伯买蛋有二的哦。嗯，有人哦是他祖上好好出来的，嘛有人哦是对三伯学出来的哦。咁考如何啊？得查先生，万一是我学出来啦，我会好好学习。明珠啊，这个病送你，你去学出来了后，你会变啊足无用。不过，我你会记哩，你。想要踏足的迄个决心。小钟先生功夫你都学着啊吼？啊袂啦，虽然已经三年啊，也毋过我嘛是爱通过先生的考验才会用接生。就算讲将来独立接生，嘛是要有先生在场才会用啦。是因为不计较对无？阮卡上叫我去考祖山学校，安尼就好呀。恁若是去考祖山学校，恁卡上应家哩，以后恁嘛应甲恁卡上斗相共诶。阮卡上嘛是安尼讲诶啦。我相信以后你得当做一个足厉害诶祖山师。卡上，你会当互明珠去读初中补校，伊补校若是毕业哦，就刷来当去读祖山学校啊。安尼，咱诶祖山师就继承你啦。你阁真关心明珠嘛吼？我看迄英杰咯，自细汉就甲你感情上好个啊，啊恁两个嘛常常安尼耍做伙，伊敢毋捌写过情批予你？啊，有时间甲明珠啊，直接写写五四三个啦，太唔去甲作文练，然后加拼三四分转来哈。爸母是为着你好呢，就去甲迄个无读册查某囡仔斗哈，敢知伊家己安尼鬼斤鬼扭动？少年最爱哪一只？啊，过几工啊，着要考试啊！我想讲吼，要互你较专心诶，毋则会请邮局甲批送转来。卡上拢无偷看哦。无看，啥都要你阿婆诶。谢谢了。你诶意思是讲，你甲阮英杰啦，心灵相通哦？毋是啦，我无这意思。左三嫂甲金嫂拢是嫂，毋过是天差地远呢。就算想要转嫂，嘛着爱看资格。以后莫随便乱交朋友。以前会当甲敏宏、明珠连做伙，即马应该爱知影男女有别。就算讲你家己感觉光明正大，啊，别人会安怎看？你敢真正想要去继续读册？
是啦。有决心无？有。安尼，我会当和你去读补校。感谢是嘞。先生，多谢你呢，先生，多谢你。自从明珠决定要做助产师，因家看伊的眼神都拢无同款啊。因两个嘛变较少有话讲的。是安怎两个人伫只偷偷约会？人我等你相亲失志，恁两个煞伫只咧纠缠开讲，搁看星星，敢是我的朋友啊？哼，我嘛袂输伊好无？我一定会比明珠搁较早成为一个助产师。两万爷，美女。啊！你无伫咧金州了做代志，伫只咧双溪巴头啊！我很近人遐出来办代志的啦。哎、欸，明珠，进来遐，真久无看呢。真正足久无看呀。阿婆做啥感冒？我袂当阁生啊！我即马是要提啥，甲我的翁婿办好掉啊！林静南即马就是甲这酒家女做伙，伊是北下酒家的红牌，应酬。安怎？敢讲你家你的牵手会食错？我的牵手，伊的手我足久无牵啊啦！啊，波叔即马就袂当生啊！敢讲竟然就唔捌想过，去到外口的查某生一个后生，甲酒家女生囝，原来拍歹咱林家的名声。而且以后迄囡仔若是倒来不分家产，是要安怎？伊对。去酒家掠狗，酒家这种所在哦，哪有可能让一个查甫人去乱？沈老哥，林彪小弟哦，找你来饮酒啦。哎呦，什么碗哥啦，还是什么彪子？是讲，咱拢无看到明玲啦，伊早就变作是晋南阿婆的使用人啊。晋南遐因家的代志真多。万一你留伫遐，家己去因家的家内事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晋南兄，足看重我的。今仔日进前，我食伫金蕉寮，睏伫金蕉寮，工课嘛伫金蕉寮啊。甲阿姊比起来，因甲我顶多较像一家伙啊。啊，人真正会变哦。兄弟姊妹嘛有家己的日子要过，久久才见一摆尔。翁婿吼。才是每天在那耳朵边讲话，陪伴你一世人的。喂，小松总先生你好。这口常常跟我讲，因某是三宝，出外赚钱。啊，今仔日达无钱，就免想要走。做人牵手的吼，赚钱交予红师，收做咧唔对。你是搞动自己行事，要开钱就来找我讨。哎，你别走！你头毛很焦，你有听到？你真正做无路用的呢，我要跟你离婚啦！你是搞天教的？离婚？你想离婚？我本来就是讲以后的生活只有坚定，还有工课。虽然我离出现，有和我真无同款想法。啊！不过我真正会惊。卡桑，我带洪弟遐倒来吃饭。你甲我结婚了后，咱就是一家口啊，免惊这个身份嘞。啊，其实我找你是有一挂代志要甲你讲啦。我心内介意啊，就只有你一个。我大你要十岁呢，咱安尼做伙，敢惊别人讲野话？老校长，别开玩笑，下井下井！你是在创啥？安尼嘛好，这一摆把所有代志拢甲讲清楚，以后咱两个人就免等遐冤冤孽孽啊。Kiko 先生遐来一个新来实习的查囡仔呢。我知影，免讲讲哦，迄实习的是阿姊啦。你的先摆迄叫什么进的？进会啦。做助产师的哦。洗了迄罐普通普通的同事啊！拜托的，迄是卡上迄代的三宝，人阮这代吼，拢嘛真注重外表，迄学校拢有咧要求呢。真的吗？嗯。你是岐山第一三宝呢，我希望你跟我斗相共。
原来是爱我替你去邮票。我原来是一个散步，我无什么影响力。咱家家吼，嘛无差甲你做三所遐收入啦。看是要甲收收起来，还是讲啊无交予闽南话处理啦？啊，你做人个骄傲的人哦，啊，加用一寡时间哦，来甲你的翁婿斗相共。丁丁甲我交代，叫我吼爱好好栽培我的后生啊。伊爱画图，啊，你硬要逼伊读册，啊，当然嘛学栽培。你真正是我的知己呢，我心内咧想啥，你拢知影。你在做啥？我叫你去考，是叫你去读册啦，不是叫你去画图啦。我叫啥物图？我叫啥物图？放假啦，放假啦！我今日无甲你教示哦，我叫你老爸啦。你是你安怎啦？哎呀是哦，你当个给谁一个好心，我就免遐烦恼啊。你哪安尼啊，拢无爱配合你家己行啦。困啊！你安尼我是免怎困得去啦？我就是无爱啦，你要甲我勉强哟。你是我的牵手，连牵手拢袂使牵了。我这个火一直烧，一直烧。有一天哦，你会比较我哦，会去做一挂我身份无同款的代志啦。我即马就去问秦惠子啊，看伊是毋是要做生意啦。你找秦惠子讲啥？明宏，你真正要甲代志不甲遮歹看吗？你会记得无？以前咱读册时阵啊。天天烧酒，啊出去佚佗，一出去都是静美一日，足怀念的呢。那呢，咱即摆个小床到静美一日，代志拢卖管。想袂到咱两个命运拢共款。我最需要陪伴的时阵，都是你伫我的身边。
香的是一个饭碗，咱双手摸的是一条生命。只要恁做三伯一工，这句话一定爱记哩。是一生的伤口，痛过才懂得坚强的理由。听你说当年的乡愁，逐渐年迈的手有点颤抖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想你守候我守护你，爱在心里，多希望时间都暂停。我好想好好的爱你，暗时八点，请收看台视《雄心八点档》，生生世世。